还得先来个小攻速。声那么小呢？其他阵容试试呗，这不给你试呢吗？这不都每天这不都试呢吗？哎呦我操，盖伦升了。试试三国猛将。三国猛将我玩过了呀，福星有点贵呀，这都买不起呀，这刚福星配三国不挺好的吗？不过阵容强度有点低，没啥后，没啥伤害，地区严重的不足的。算了，前期要福星没用，前期福星到不了三个。撑死就俩，找着哥。死得很痛快。上，找着哥。灵魂莲花夜幽的英雄们获得额外100%的法术强度。这把明显咱是得刺儿了啊，忍者刺儿了，给你们来一把忍者刺儿。无尽火炮加蓝 buff， 阿卡丽的装备。这装备可以给腰的。前期有个二星劫，你知道有多猛？嗯，你知道有多猛？月神猎人，灵魂莲华明咒，御剑仙秘术神社。没东西上啊，上个后排虚区啊。这装备直接给盖伦上了吧，我们打连胜。没东西上啊，
如果我们这种质量都赢不了的话，那说明这猩红之月确实还是太猛了。维音卖了，不着急卖。神装阿卡丽，但估计拿不着。如果这个拿不着，我们需要一个大剑或者是女神泪啊，攻速。这阿卡丽绝对的神装。我日你哥，我日死你的哥呀，我套你猴子的，你这个逼真急人烦。可以撇了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，给我气完了。这阿卡丽没拿着，哎呀这个逼，哎呦，可惜了呀，这真可惜了，没拿到有用的东西。这版本想要装备可费劲了，这版本要装备可难要了，装备是非常难拿的。我们天选之人最好能递到个阿卡丽，凯南不太好，反正刺客都可以吧，刺客都可以。忍者最好别递，别出忍者。猩红，猩红也可以，猩红先打个工吧。猩红比维恩厉害多了，可这盖伦转都没转出来啊。还有这嘎里奥到底是做谁呢，怎么谁也没做着啊，这差一块怎么办啊，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我把这个蜘蛛跟这个派克给卖了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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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给铲子，哎给也行，可以给，刚想起来可以，可以和刺客，刺客海南，他是我扫大剑呢，你别给我这大棒了。给铲子也可以接受啊，升级吧这波。
给杰刺客不好啊，给杰刺客哪有给海南刺客厉害呀、啊、对不对啊？你给杰刺客有给凯南刺客厉害吗？肯定是没有啊。哦，杰是夜影，夜影。就跟刺客这一个性质，为什么这哥们儿六营口有40块钱啊？好奇怪啊，好厉害。完了，这轮要输了。哎，给我连胜给我断了，哎，有点讨厌。不过他钱好多呀、啊，他六营口还余40块钱，我五营口才余那么点钱。蜘蛛可以扔了。上个猴还是上个银马呢？上银马吧。人家天胡牌地的少，我也没地呀、啊，我没地。完了，开始输了。哦，我操，皎月是刺客，我也不知道皎月是刺客。这回我总能拿点装备了吧？啊？又啥都没有、哦、啊是吧，我把帽子给你了，行不行？哎，九星红可不弱啊，九星红可猛的一匹，九星红如果有质量的话是特别猛的。
操，这时候你给我来个月神，我是佛了，兄弟。啥也不说了，等我们打完这轮野怪应该能拉到七，拉七以后看看有没有那个天选阿卡丽。小月或者卡特可以不要啊，如果我有一个转职的话，然后有个天选有个转职，小月卡特可以不要，多上俩夜游，比如说凯隐这种的。你也玩刺客呀？啊？哟，这。打个节拍，皎月不要吧？皎月是可以不要啊，本来也没想要皎月呀。差个腰的，快，赶紧来个腰的。给个大剑吧，给个攻速吧，攻速大剑呐、啊。哎，给个凯南。上着吧，要不然这不绝活了吗？是不是？先上俩劫吧，就这么地儿吧，要不然咱绝活了就完了。可给个火炮啊！哎呀，可不容易啊！石像鬼拿走。我这阿卡丽差个蓝 buff， 有蓝 buff 就特别猛了，没有，可惜。可惜没有啊！这波入我入的是有点多了，我们下波立刻升级，升级找阿卡丽天选啊，或者找个蓝刀锋啥的都可以。腰着呢，结三了，妈耶！我需要一个腰着，谁能给我个腰着？咋又给来个劫呢？这把这劫是真多哈！有没有天选之人呐？啊，操了！算了，拿了得了。我顶不住了，给我整了俩宗师。
我在想我这装备到底要不要给阿卡丽。如果我能给杰变个刺客就好了。这波如果我能拿到大剑，我们就起飞。但我估计有点费劲，我们应该是起飞不了，应该是降落了。那有猩红之月的老头肯定是不可能让我拿得着的。所以俺们要就来个小女神之泪吧，要不就女神之泪也没有了，拿个小拳套吧。我的要求并不高，给个拳套就可以。呀，拳套变那啥呀？变刺客啊？是拳套变刺客啊？哎呦我操！老弟，今天就看你谁了。你们说要不要给他个帽子？打完鸡的，别着急啊！打完鸡的，打完鸡的，等个鸡，我们拉营口升八，或者给我来个什么派克天选、阿卡丽天选，这都可以，这都可以，都行。帽子结没用，有用啊！帽子结也会造成。第三下普攻攻击也会造成伤害的，这没无尽不行，一下一个不了。不是我不给的，他确实是没有无尽啊。对，我忘了，我操，我腰的是天选，我没有办法再拿天选之银了。哎，这么地儿吧，拿都拿了，来都来了，可惜的这个就宗师啊。哎，现在还能拉怪不？我把这腰的稍微往后放点，还能不能拉怪？我看看啊。这波大鸡，鸡哥，鸡哥好久不见了 ，S 一我们见过呀，我就是那个猴啊，鸡哥，给我个大剑跟一个拳套吧，行不行，鸡哥？咱俩也算老朋友了，对不对？熟人了，这都老熟人了。我一手梦回 S 三，鸡哥给我来个拳套跟大剑。可以的，鸡哥。那这个我个女神之泪，再给我个女神之泪，这阿卡丽给的不错，鸡哥。啊，这个女神之泪，我就要这个你刚才给我的这个东西，要不然我就哭。啊，我告诉你，来吧，操！也算可以接受吧。还可以接受吧。其实我觉得结双火炮可能厉害点。
青龙刀现在是每次平 A 回复法力值。可以看一下，不是释放技能以后再回复百分之多少的法力值了。劫，给我掏掏！对，六刺客百分百暴击，我这劫是不给两个火炮能厉害点？如果没有六刺客，可以整俩猩红之月元素刺儿。这劫怎么攻击速度这么慢啊？这个宗师咋倒数第一了呢？那宗师就剩一滴血了。要不我就跟你们说这游戏呢，他不看技术你知道吧，有的时候他看着运气。把腰子换了，现在已经没必要了。这减速也可以，其实宗师上来减两秒钟攻速也是可以的。其实你而就是换其实已经没用了，你知道吧。我操，这艾瑟这么猛，一会儿挪到位置把这劫过去，把这艾瑟给他切了。击败王啊，这是给羊刀、青羽、法炮都行。法炮其实没必要啊，百分百暴击。青羽吧，青羽劫。卡特，这卡特要他干啥呀？你不会又要抢我装备吧？哎，我假装打这个，其实不严。羊刀青羽吧，青羽有点破甲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升了，我直接给他升了吧。六刺客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六刺客。百分百暴击，百分之205暴击伤害，1.16攻速，660攻击距离，270点攻击，200点法术强度，20点护甲，20点魔抗。来吧，让我看看你的劫，你的劫，让我看看你的大劫。掏，掏，掏。掏，掏，掏，再掏，掏！好像也不咋地呀，这。哎呀，好像不太行啊，这。
一会儿这腰子生了，我就把这腰子撇了。我把这腰子撇完，因为最后我再上开眼。劫换位置，劫不用换位置，劫有火炮换啥位置？宗师耀光使，春哥，春哥给凯南吧。然后凯南往前站点，哎呀，你老要拍肚皮干啥呀？这俩凯南阿卡丽来陪我玩玩，我觉得我们可以递了，这轮给他递上去吧。看看有没有腰子。是是是，该出击了。这凯南不给个春哥属实是不行。寡妇已经在下面准备就绪了，这寡妇他们家这滑板鞋他们家这滑板鞋寡妇换皎月，目前是换不了的啊。凯南伤害也不高啊，这三星凯南，三星凯南垫多少血？垫700的血，不行啊，感觉这。姐靠你了，给我一套一个。没天选呢，我操，没有啊，整不动啊，这家应该被我抬走了。我们现在只能等天选之人
你管的是啥天选，就给个刺客天选，然后呢把腰子升到二星，把脚院下了上开眼，就只能这样，就剩俺们俩了，这是我们最后一轮的希望。他拿零封，我拿开眼。操！腰子生了。这凯隐肯定不能督战，我决定把凯隐换上去。我换个派克，换个位置。给我掏，兄弟，给我掏，给我掏，掏，掏！这脚法师他妈一下就回满血，因为啥呀？聚聚，哎，为啥小法师带吸血的呀？掏了好几下没掏死，因为伤害高。